哭哭，又咋的啦？又告状去啊？你看，你看啊，那到底咋的啦？又咬你啦？你看到没？看到没啊？行了，别哭了，来，我给你洗眼睛吧。你这眼睛哭的啊，都不美丽了，不好看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家人们，花田殿下泪痕水这款泪痕水我用了一年多了，每天早晚各擦一次。像眼睛红肿、有眼屎、有泪痕的宝宝都可以用了。眼角的部位顺毛顺毛擦，左右左右擦，哎，眼睛轻轻的带一下，红嘴巴也可以擦哦。大家洗完眼睛了，上摇摇，哎，上摇摇给老铁看看啊！哎呀，真干净，真好看。这不行，哭了啊！再哭就不美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。我大回不许咬弟弟了啊！你是大哥哥，有样，对不对？做一个好哥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。